球，然后一个直插球这么低，你要打反向的话，可能还得不来。两出局，现在一二垒还是有跑者，轮到的是第八棒的高志刚。高志刚上一次打击是游击方向的滚地球，遭到刺杀。四分的差距，现在才四局上半呢、对统一狮队来讲，四分也不是算太难的一个障碍。高志刚这个球送到的是在左外野方向，高志刚出去了，三分打点的全垒打 ！Oh my god！ 高志刚红出了红不浪，哇，马上把分数给追进来了，4-5，果然不是太大的一个障碍啊，只差一分了。两出局之后，两队的全垒打都出现在两出局之后。哇，高志刚去年球季只打3支全垒打的选手，哦，有全垒打恰到时候。对高志刚来讲，不用多了哈。对他去年才3支，前年还共估啊，1支全垒打都没打，结果这一棒3分炮。而且这个高志刚这一支全垒打看起来没有说很用力，真的是击球点甜蜜点，甜蜜到不得了。对，击到球那个仰角，身体的旋转那个力量做得不错。而且刚好过墙就够了。而且他在准备打这支全垒打之前，我们看那个棒子哦，往投手那个方向一比哦，好像那个距离已经延伸够了。对啊，不是说很用力啊，我先跪了哦，旋转那个力量有用到，旋转的腰部旋转的力量都带到。两队爱的互轰啊，而且特别是两出局之后，这种哇，眼看这局就可以。